長お邪魔し、県をお邪魔し、私も、一緒に、この会議室だったかどうか覚えてないんですが、一緒に、知事にお目にかかりました。那个那时候他是跟那个长野县的，那时候他还不是副知事，然后那时候他是跟长野县的副知事一起过来的。然后他刚刚一进来的时候，我看说，哎，到底是不是这间会议室？他其实记不太清楚，可是觉得有点熟悉感这样子。没有变。日本长野县副知事关生一郎13日率领访问团拜会彰化县政府，与县长王惠美相见欢，并互赠纪念品。王县长期许未来双方能够更加深化交流，让彰化县与长野县友谊长存。今天非常欢迎日本长野县的这个副知事来到我们彰化县，他们是在日本地区第四大的一个这个城市哦，那可以说跟彰化也非常的像。他们在农业方面他们呢主产是葡萄的部分，那另外他们很重要，他们是一个长寿县哦。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除了针对我们学生交流以及城市交流，还有我们的这个旅游的部分各方面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互动，那也期待说过去大家已经把 MOU 签下来，未来能够更加的深化，让长野跟彰化能够呢友谊长存，做更多的一个互动。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で3年間お互いに顔を合わせての交流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が、これからさらに長野県からこの彰化県にも訪問でき、そして彰化県からも長野県に大勢の子どもたちに来てもらえるような環境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好，那因为这个三年疫情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做面对面的交流。那现在已经疫情已经趋缓了，我们希望呢，接下来我们能够有更多实体的交流。那不管是我们的学生来到彰化县，或者是呢，我们也会准备更好的环境，让彰化县的学生能够来到我们长野县做非常多的体验。长野县副知事关生一郎率观光部、劳动部及学校代表团来访，扩展双方在各面向的发展及互动合作的机会。双方的友谊以及教育合作将在未来不断茁壮，也让彰化迈向国际。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